后礼拜就是母亲节，溪口乡农会结合彩林国小乐龄中心，前往松福安养中心关怀长辈，让一年来的长辈感受温暖，提前庆祝母亲节。这场庆祝母亲节的活动，刚好上午在溪口彩林村松福安养中心登场。活动是由溪口乡农会发起，由农会总干事率领家长班妈妈提供手炉菜料理，含邀请彩林国小乐龄中心的新员到场表演，发挥长辈活到老学到老，自娱于人的好歌。比如说音乐方面就有乌克丽丽或陶笛。那今天就是结合母亲节活动，我们就让我们溪口乐龄的学员，然后利用他们平常上课所学的乌克丽丽来福松养护中心这边表演给我们的这些长者看，那也希望让他们能够在学习才艺的时候能够自娱，然后也可以娱乐。溪口农会总干事梁孙婷表示，这是一场爱心临时出租由家政班筹备，邀请乡内团体义演，在温馨的五月份发挥大爱精神，欢度一个吼快乐温馨的母亲节吼。啊，阮溪口农会最近吼为着要推广咱乡内美食，然后啦吼，我拢结合阮家政班的妈妈吼，煮一寡在地风味。啊嘛，我嘛吼农会嘛做一寡爱心的工课啦吼。所以这个吼，伫别伫母亲节吼，来个养护中心遮啦吼，啊做这个爱心的义演，就是希望吼推广阮乡内吼，啊遮活泼啦，咱农会吼，遮趣味的所在啦吼，唔那是爱照顾农民嘛，爱照顾吼咱乡内一寡吼需要到。三天这时段了哈，由活动队伍和上午九点开始，持续到十一点左右。表演内容有乌克丽丽千岁团、西纯舞蹈团、陶笛演奏等等。溪口乡农会总干事老孙婷来敬上现场每人一对康乃馨。母亲节快乐！耶！新闻控姚红溪口乡采访报道。